小雨，文轩，等一下，文轩，等一下，我叫你等一下。这些从来就都不是你的错。虽然我知道我的付出到最后你也可能都不要，但亲耳听到还是会有一点点难过。 我自己冷静一下就好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，我对你的喜欢和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是兄弟吗？ 还是我们真的可以变成爱情？我真的不懂了。对，我只知道我好像不能没有你。4年后你回来了，我看到你写那个遗书，我才开始觉得我很害怕。 我害怕，我万一我等到了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魏谦，我说过，我这一生用“魏谦”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，但我没有要让你负责啊。 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愧疚吗？还是因为你在乎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用知道啊。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自己跟你回家，自己赖上你，自己喜欢上你，自己想要占有你的全部。 这些都从来不是你的问题。等一下，不是。